爷爷口中最放心不下的孩子，就是本期《变形记》的农村主人公尚立兄。爷爷喜欢亲昵地叫他丫头。这间破旧的土坯房，就是爷爷和丫头的家。除了几样简陋的灶具，再也找不出一件像样的东西。我爸爸去世了，妈妈走掉了。从小到大，我都没想到过爸爸妈妈，只想跟爷爷好好过好。原来，在丫头三岁时，爸爸因病撒手人寰，妈妈撇下可怜的孩子，独自离开了家。爷爷成了孩子唯一的依靠。买了多少肉？10块钱。我说我这不赚，那你当家你不拿，吃饱那喝的吃啥？你皮子都不赚了，你吃。我不吃，那是活的。不吃，那是不吃。房子哪吃的是好的了啊，你把这难道你这上中国人呢话听不得呢。吃肉哪吃啊，老肉哪吃肉哪的呀，都是他这个在桌子上了都在手。丫头一天天长大，爷爷却一天天老去。咱们就这个就这分类，各位某位家人不好管，就软没拉子里这么这几位，这样的都在心里，丫头是不必生困难呗。谁是他打的他才14岁，那这样子大名进来还别还别这喊的呗，那我也真喜欢的呗，那么也买的苦的呗，那非主哈那也得进来苦的呗，哥哥你主哈那几十年胡子肉的就准这么说，那你真的佛不还行吗，现在真的那人还人还是那也得大肚麻多了，那这样子没一呗，那就好像非常悲的，非常悲的，是不是？